同修梦见自己在洗澡，但是这个水不干净，是楼上别人洗澡之后的水流下来，他接着洗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帮人家背业还不懂啊，傻姑娘。哦，怪不得他新渡了一个人。啊。嗯。呵呵，人家的脏水到他身上来，这不叫背业啊。呵呵，是的，是的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